你覺得整體科網股氣氛上是否樂觀翻咧？其實現水平追入又是否 OK？ 如果是應該點揀咧？其實是樂觀翻嘅，但你話現水平追入，我想又是注碼控制風險啦。因為始終你話喂，騰訊即係500蚊留下係任你買噶嘛。咁而家五字頭咯，同埋上面你會見到即係好多蟹貨等緊你嘅510啊、520、530全部喺曬度，所以我諗而家去追嘅話，即係嗱揀股票嘅都係嗰堆啦。700啊，3690啊，我諗網易都 OK 嘅，網易其實條數都唔差嘅，我諗係有少少，即係你話啊，點解尋晚美股咁樣回㗎？喂，咁但係人哋升咗好多啦，已經呢一轉，即係我諗都有少少炒定業績嗰、那個嘅情況，所以有少少好消息出貨味道咯。但係你話睇大數嘅話，其實網易都唔差嘅，咁所以係啦，圍住呢一堆股票去買咯，咁啊睇下有冇機會再可以行遠少少咯。係，即係你覺得而家吸納都 OK 嘅？都可以嘅，因為你話美團咁樣，不嗱美團咁計啊，嗱我見佢而家就喺295蚊嗰度頂住咗嘅，我就建議美團咧，你真係佢破位嗰下先衝入去咧，似乎個直播率就高啲，你搏佢。即係個雙頂破到，行嗰一棍可以行得遠啲咯。因為而家依啲位置買美團咧，係有少少尷尬嘅。即係你話如果我超前交易買定先，搏佢破啊，點知佢唔破，落翻嚟270，咁你又要捱多廿幾蚊，咁就唔係太值咯。咁你話騰訊嘅咁其實都係有少少尷尬嘅。咁我尋日衝就因為啱啱見到個版號個消息就衝入去，咁暫時好彩就捏住咗嘅，因為我係四字頭衝噶啦，咁所以變咗就會好啲咯。如果你話嚟到依啲位咧，都係要謹慎少少咯。如果你話真係想買嘅，可能博下只網易都仲好啲，因為可能都可以講下啦。因為網易始終嚟緊季檢咧，佢都有機會係一個染藍嘅一個熱門嚟噶嘛，即係咁當然佢熱咗好多好多季噶啦，咁起碼有個憧憬先咯。咁睇下會唔會即係比騰訊啊，比3690會多一番憧憬咯。咁睇下大家有冇興趣咯。係好啊。